那我们现在要来看房间，他的房间这边都有电梯哦。你看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电梯耶。那我们搭乘这个电梯。哦，好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两部电梯。是。OK， 这是一楼大厅。来 ，L 的这个部分，它这个是我们的大厅。那一楼的话，就是连接到我们刚刚儿童游戏室的游戏设施的部分。那一楼同时也有客房。二楼也有，三楼、五楼、六楼、七楼也有，但是六楼跟七楼目前都还在装潢中。对，了解。哇，全新的哦，你看看起来都好新哦。走，我们来看房间喽。墙壁也好漂亮。对呀、啊，这种图腾式的。再来前方这个看到这个是我们的四人房的部分，那这间四人房是属于面山景的部分。那左手边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主水壶的部分，以及我们的室内拖鞋的部分都可以做使用。那我们房内的所有东西以及备品都是可以免费取用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我们提供衣架以及挂衣架的部分。衣架，这个挂衣架还是蛮可爱的。哇，蛮可爱的，小朋友还会蛮喜欢的。真的。那这边有冰箱，那我们来先来看浴室。是。那我们这边的部分呢，像因为我们这边还是主要是提供淋浴室的部分，像我们浴缸的部分啊，因为山上的水资源比较缺乏，所以我们浴缸的部分暂时都是没有开放的。OK， 对对对。哇，这边是吹风机是活动式的哦。是，那吹风机的部分其实品质还不错。那这是我们备品的部分，备品是一臂囊，以及我们的漱口杯的部分。哦，这边好。是。这边是，这是我们的干湿分离是的淋浴间。是。那这边主要就是以淋浴设备为主。OK。是。那热水的部分，我们这边是没有限时的，就是全时段都有热水供应这样子。像有的山区的部分，它会有限制热水的供应时间。是。对。那在前方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卧室的部分。主卧室这个景好漂亮哦。前方的这个山景真的是。真的。这坪数大概几坪？坪数大概12坪左右。哇，好大，而且又一个合适的。在台湾，然后感觉又像在日本一样。嗯哼哼。对，那如果说山头这边又下雪，其实真的很像在日本的感觉。哇，真的。对，那我们这个床型的部分呢，它是一张大床跟一张标准双人床。对对对。那其实因为山上这边我们房间它是没有暖炉的。是，所以每一床都有。是，每一床都有这个电毯的部分。电毯的话都可以自行操控哦，有需要就把它开起来。是的，好，我们右手边电视架下方这个是我们的备品的部分，我们有提供茶包跟阿里山的咖啡以及我们的矿泉水可以使用。备品这边的部分会有牙膏、牙刷以及我们的沐浴用品，还有毛梳子。好，那再来这个是我们的毛巾以及浴巾的部分。还有一个超大的电视，是电视是真的蛮大的。还有一个梳妆台，哇，这个社区真的是，如果小朋友的这边真的是哇，对，很方便。晚上还可以跟小朋友在这边做一个聊天，对，吃东西。对，这个景真的好漂亮哦。像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整个山景真的一览无遗。哇，一家人就住这一间了。对，真的好棒的房间。前面有那个防爆卡。他们饭店基本上都是四人房比较多，房型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差不多的规划哦。这空间真的很大。是，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主打亲子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四人房跟六人房就是比较偏重在这方面。好 ，OK， 感谢您的介绍。